有一个心机闺蜜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颇有心机。她说她从不化妆，其实啊，她化的是韩国最流行的裸妆，少女感十足。她说她不在乎体重，其实啊，她天天去跑步。她说她是女屌丝，其实啊，她用数字填色培养艺术细胞，说是为了配得上她男神。你看看她都涂多少张了，怪不得对色彩越来越敏感了，衣品也提高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玩数字填色，提升品味了。赶快来下载吧。